梦想走过寂寞深处，依然有不变的温度。执着的心步履仓促，脚下的路飞扬尘土，爱恨我相信你会有正确的判断。如果和平安不是汉奸，你会给他清白。如果他是呢？反正我也活不长了，索性一起跟他死。那就进去见见他吧，他见不着你，什么都不肯说。荷花，看到了吗？那一朵，给我采下来。敢不敢？香菱，对不起，我让你伤心了。没事，我什么都告诉你。在德陵，雷大侯他们临时要我出去找援军，为了预防路上不测，成功找到援军。他们临走的时候，在我身上烙了这个烙印。他们当时想，如果我被范耀成汉奸怎么办？我说，如果我能救德陵的人，所有的人都是我的证人。如果我救不了，如果我救不了德陵上的人，我跟汉奸也没什么两样。我果然救不了，他们都死了，一个都没活下来，没有人可以替我作证。这些我都不知道。以为我会是汉奸，对不起。现在你相信了，
本来就应该相信你，我不应该怀疑你。不怪你，那是我应得的惩罚。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少废话，我说你听，不想暴露就别出声。我们的人会挑起民愤，要求放了和平安。到时候你要采取一切手段，定和平安的死罪，借中国人的手杀了他，永绝后患。奇怪了，你们不是让我救他吗？少啰嗦，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。和平安身上已经有你们的烙印了，他是汉奸了，何必还要杀他呢？和平安身上烙上烙印了？这腰上是你们藤原家的。不可能，和平安这个人很狡猾，他杀了京虎，不可能是藤原家的奴才。不管他是什么人，都必须得死。如果你不想让他死，那我就把你的汉奸行为公之于众。你不愿意作为汉奸去死吧？刘桑，别再犹豫了，不然死的就是你。这是我伪造的铁证，可以证明和平安为大日本帝国办事。没事的，我现在去跟刘世民说，把这一切都说清楚。说不清楚的。为什么？没有证据，刘世明他不会相信的，他只会说这一切都是我的片面之词。可你为唐德做了那么多的事情，又有什么用呢？根本无法证明。他们会说，是我杀了雷大虎，是我杀了秦月，是我杀了德岭上所有的战士。这一切都是日本人让我赢得信任的阴谋，而且城里的奸细还没有抓到，他们会推波助澜。认定我是汉奸。刚抓到了几个内奸，被当场击毙。不过我们搜到了铁证，你为日本人做事的铁证。之前你所有的英雄行为，都是日本人的阴谋。那些人应该是你害死的吧？苦肉计，宁可牺牲自己人，也要再抓我。小玲，你居然真的是汉奸！你一直都在骗着我！
你有什么要说的吗？照顾他，别让他再伤心。 太君，找我们过来有什么事吗？你们俩是藤原家族的人吗？是。把藤原家族的徽章亮出来，我看看。嗯，收起来吧。现在的形势非常严峻，我想借你们俩的一条命，去救一个人。谁？和平安。 是我杀了雷大虎，是我杀了秦月，是我杀了的令上所有的战士。这一切都是日本人让我赢得信任的阴谋。刚抓到了几个内奸，被当场击毙。不过我们搜到了铁证，你为日本人做事的铁证，之前你所有的英雄行为，都是日本人的阴谋。那些人，应该是你害死的吧？苦肉计，宁可牺牲自己人，也要再抓我。 小玲，您一直都在骗着我。魏县长，怎么了？着什么急啊？我查出谁是汉奸了。除了这个烙印，还有其他证据吗？警察局的张局长查到了一个汉奸的据点，在里边搜到了 日本人的行动计划，上面记录了何平安为日本人做事的所有罪证，桩桩件件，触目惊心。这上面如果说的是真的，何平安 足够枪毙一万次。阮江一战，何平安就跟日本人接上了头；德岭上又跟日本人里应外合，害死了雷大虎他们；桃林医院又故意暴露行踪，引来日本人的伏击。这些事件都是何平安配合日本人做的。师座，这些话未免太牵强了。你怎么看？ 就凭一个烙印，就能认定何平安是汉奸？如果身上有烙印的都是汉奸，那汉奸就好查了，把城里所有的人都集中起来，一个一个扒光衣服检查。日本人没这么蠢，我怀疑这是日本人的离间计。紧要关头，咱们不能学崇祯皇帝，自毁长城啊！如果是日本人的阴谋，那何平安为什么不去解释这个烙印？ 也许他又顾虑和尹忠，自从日本人围困了唐都，何平安做了多少事，立了多少功？刘主任，抗战六年来，你见过这样的汉奸吗？如果这些功劳都是假的，是日本人送的呢？他们就想立一个英雄打入我们的内部呢？更何况，何平安每次立功，同去的同志们都牺牲了，这难道不能说明点什么吗？ 报告师座，城内出事了，到处都有老百姓在闹事儿，县政府已经被围了，他们现在冲着咱们中央银行来了。不要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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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二连调过来，重点守卫县政府三清关。要镇压？以安抚为主。 有备无患吧，物资这么奇缺，子弹打鬼子都不够，怎么能对付我们的老百姓呢？你回去吧。
估计三青团那边也有问题，重要的是安定民心。是。我们不是有粮食藏着不给大家，我们也半个月没有吃饱饭了，所以大伙不要听信谣言，知道吗？谁信你们说的话？你们警察局里边就一个黑名单子是好人，还把你们关起来了，这世道根本没有天理，完全不给我们穷人留活路。不管了，我们要吃饭，我们要粮食。乡亲们，别听他的，他们有粮食，我们抢粮食。你乃舅，你话多了。这些老百姓啊，哎呀，他们都是因为吃不上粮食，情绪失控啊，再加上可能受到了一些煽动，出现这种状况也属正常。你放心，张局长他们正在维持秩序，等局面缓和一些，你就可以回去了。我倒不担心这个，我现在最担心的是这些群众到底受了什么煽动，为什么偏偏赶在这个时候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的意思是说群众情绪失控是躲在背后的汉奸精心策划的？魏县长，唐德被困这么久，城里什么情况大家心知肚明，每天限量供应，以前大家都可以理解，为什么现在就不能理解了呢？这只能说明有人在故意煽动群众闹事，想让唐德更加乱起来。问题是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煽动？他们的目的是什么？不知道。城里的奸细还没有抓到，他们会推波助澜，认定我是汉奸。何平安，这就对了。他们抓了何平安，肯定会迫不及待的想要给何平安定罪。那个迫不及待给他定罪的人，一定就是最大的嫌疑人。对。不过，你就那么肯定何平安不是汉奸吗？乡亲们，现在鬼子兵临城下，他最怕的就是我们团结一致，他最盼的就是我们自己乱起来，自己人打自己人。所以你们请相信我，既然要团结一致，为什么把何平安抓起来？你们自己先打自己人，现在又想花言巧语坑我们，我们要吃饭，我们要吃饭，还要粮食。魏县长，你还没有去医院看看吗？沈小姐，我们忽略了一个人。谁？乔振。他的确是一个很关键的证人。你这么聪明的人，怎么没想起他呀？他现在情况怎么样？从回来到现在，一直处于昏迷状态。何平安很挂念他，一定要把他保护起来。
我们能想到的，敌人也能想到。嗯，这样，你带几个警察去医院，把他看护好，等他醒了之后，一切都明白。外面那些人怎么办呢？他们看到我，肯定不会让我离开。没事，我出去安抚他们，你们走后门。好。乡亲们，乡亲们，你们听我说两句。我为九峰来唐德九年了，九个春夏秋冬了。你们也都是唐德的父老乡亲。我不敢说我政绩突出，但是我是兢兢业业，尽心尽力。你们想想，这九年，唐德丰衣足食，百姓安居乐业，我魏九峰无愧于民，无愧于心，无愧于党国的信任。那么今天，唐德遇到了历史上最大的困境，内忧外患，兵临城下。我知道你们吃不饱肚子呀，我这个县长，我心里很难受啊。现在日本人围住了我们，就是想让我们自个儿乱呢。我们千万不能上当，你们放心，我们再坚持，坚持几天，援军就来救我们，小日本一定会赶出中国。县长。坚持住，等援军！坚持住，等援军！坚持住，等援军！沈红小姐，你真的相信我们河头是汉奸？你信吗？我不可能信。我们跟他工作九年了，他是什么样人，我最清楚了。他对谁都好，就除了对他自己。你们认识的时间不长，但我可以保证，他绝对是好人。绝对不可能当汉奸！你，沈小姐，我发誓，河头他不可能是汉奸，他对我们太好了，所有的警察都受过他的恩惠，每次警察局出事都是他替我们顶岗的。你说就这样的人，他能是汉奸吗？我花皮是汉奸，他都不能是汉奸。是因为和平安给你受过恩惠，你才这么说的吗？沈小姐，话不能这么说呀。恩惠是受过，但是他是什么样的人，我们最清楚了。沈小姐，你就帮帮河头吧。再说他那么喜欢你，这么些年了，我从来没看河头对哪个女的这么用心过。他看你的眼神都不一样。柳峰，你知道吧？就是我叫嫂子那个人，你们俩的感觉都不一样啊。要是连你都不相信河头，那他怎么活？放心吧，这次我一定会救和平安。真的？那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别耽误时间了，咱们得快点儿。现在医院里难民不是很多，我担心奸细会趁机下手。好，好，快跟上，快走，快！各位。你们先回吧，只要我们团结一心，就能粉碎日本人的阴谋。你们先回吧，你们放心，只要我魏九峰还有一口气，一定会给你们搞到粮食。乡亲们，不要听他的，他是骗我们的，他跟粮商都是勾结，他不会给我们粮食吃的。我们要粮食，我们要粮食，我们要粮食。我现在就去给你们弄粮食。县长，要不要休息一下？不，去中央银行。好，咱们就是走。
给我听着，只要把和平安认定为奸细，你们就安全了。那边我已经派人去抢当兵的粮食了，这边你们到三星团去营救和平安。动静要大，只能失败不能成功。无论如何，要把这封信交到和平安的手上。去吧。乡亲们，我知道你们吃了不少的苦，遭了不少的罪，可是我们这些吃皇粮的跟你们一样啊。你们挨了饿，前线的战士每天只吃两碗稀粥，他们也是饿着肚子在跟鬼子浴血奋战。乡亲们，自打鬼子为了唐德，他们利用土匪、奸细、烧粮，甚至连毒气都用上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们扛不住了。越是在这个时候，我们越应该坚持住，越应该团结一致，千万不能因为一己私利或者一时糊涂着了鬼子的道。我们正在抓紧的筹备粮食，只要一筹备到粮食，第一个发给你们，好不好？是谁？找不到。主任，和平安。先回去了。啊，跟我来。刀兵，刀兵，刀兵，刀。你们这就是想让他们相信我是汉奸是吗？他们已经到了，不应该大家保护和军。保护和军。走，走！对，别追了，小心有埋伏。呀西，这碗粥里有一股得意的味道。袁天君，这次行动你们是不是成功了？营救失败，一个奴才被击毙，现场多了太多和平安投敌的证据。要鼓压力马吉达，要鼓压力马吉达。按照阁下的吩咐，我已经顺利地完成了这次任务。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那张纸条交给和平安了吗？是的，但是我不明白那张纸条到底有什么用途，为什么一定要交给和平安呢？那是我能让和平安亲口承认自己是汉奸的利器。下一步继续煽动老百姓闹事儿，不过口风要变，要从要粮食变成要见和平安，让中国愚昧的老百姓相信和平安就是英雄。只要和平安出面，就可以解决粮食问题。这样的话，只要和平安出面，我就有把握让和平安亲自承认自己是汉奸了。是个大英雄，我将来长大了也要当个大英雄。
等你长大了，不会再打仗，不会有人死，也不需要做什么英雄。你做一个快快乐乐的人。爹，我记住了。于师长。 被击毙的匪徒的身份已经查明，就是树天前和平安放进的难民，他身上也有烙印。还有呢？据可靠消息，营救和平安的是日本人，他们还杀了我们的同志。他们放出话来，倘若杀了和平安，城破后必定屠城。岂有此理！看来是我看错人了哈，知己知彼。 看来我是既不能知己，也不知人呐。于师长，他在我手下干了这么多年，我都没有看清楚他，我的责任比你大。那就请你秉公处理吧，李县长，请。 万万百姓乱起来了，吵着要见和平安。乡亲们，乡亲们，你们听我说啊，和平安还有些问题需要交代。 三清团正在调查，请你们等待一下，很快就能给大家答复了。和平安是英雄，他救了我们的命，凭什么调查他？是不是因为你们不让我们进城，和平安放我们进来，还给我们饭吃？你们就把他关起来了？让于鹏程和魏九峰出来，放了和平安，我们要吃饭。放了和平安，我们要吃饭。放了和平安，我们要吃饭。 谁？和平安。这样合适吗？他在这个时候来，才能平复老百姓的积怨。不管他是不是汉奸。可所有的证据都证明他有罪。我再说一遍，不管他是不是汉奸，一定得让他来，老百姓才能平复民愤。说。 鬼子又发动进攻了，我们的战士伤亡惨重，请求支援，请求支援。志新，无论如何要挡住鬼子的进攻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哎呀，没时间了，快下决定吧。带和平安，平复民愤。 怎么了，主任？前面都是人，过不去了。放了和平安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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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和平安，于师长、魏县长都已经下了命令，只要你安抚这些灾民，不让他们再闹事，就放了你，继续去做你的国民英雄。但前提是，你要为政府办事，不能再做汉奸了。这是你争取宽大处理的最后机会。 你到底是接受还是不接受命令？如果我不接受呢？现在不是讨价还价的时候。他会来吗？连他都认定我是汉奸，我还能让别人相信我吗？和平安，我信你。 让黑帮出来！
和平安咋还不来啊？现在找和平安还有用吗？你看这阵势，简直是暴动、造反。我看，只有拿枪说话了。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于鹏程。下令抓捕和平安的人是我。我知道你们来是想跟我们要粮食要饭吃，谁家里都有爹娘老婆孩子，一睁开眼好多张嘴等着饭吃。在前线，我的上万上千的士兵也在等饭吃，可他们依然坚守在阵地，守护着这片城池。你们的父母也是我们的父母，你们的孩子同样是我们的孩子，大敌当前，希望我们团结一致，共度难关。我们会争取时间，解决一切问题。不周之处，请你们理解。于鹏程在这儿，谢谢大家了。我们要粮食。我们今天来就是来要粮食的，是要放人的。刚才你说何平安是你下令逮捕的，他打日本人把我们救出来，还给我们救命的解药，他是英雄，你们不能这么害他。兵临城下，这城内又有奸细，他们炸了我们的粮库，炸了军火库，是我下令严查的，宁可错查不能错过。这不是针对何平安一个人，唐德这么多人，这么多当官的你们不抓，偏偏抓一个立下这么多功劳的何平安，是不是因为他救了我们这些难民，你们心里担心？我看你就是学秦桧杀忠臣，那天夜里就是他带着人守着城门不让我们进了。他们要杀忠臣，我们就要杀奸臣，我们要救何平安，我们要吃饱饭。吃饱饭，我是何平安，我被放出来了。何长官出来了，我们就有饭吃了。何长官给我们发粮食。何长官，我们要吃饭。何长官，这里的人命都是你救的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他们害你是汉奸，我们就跟他拼命。何长官，你不用怕，我们都在这儿，我们为你撑腰。我们为你撑腰。你立了那么多功，救了这么多人，如果你是汉奸，为啥还要救我们？为啥还要杀鬼子？为啥还要杀鬼子？何平安，慎言呐，一句不慎就会引起民怨。我命令你安抚民众，既往不咎。我想跟你们一起抗日，跟你们一起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。我们是中国人，中国人的民族等着我们拯救，中国人的土地要写上中国人的名字。只要我们众志成城，日本人就别想在中国猖狂。牺牲了，弟兄们，跟着我一起跟鬼子们拼了！师座，师座，难民要抢粮，要不要开枪？要不要开枪？等等，难民要抢粮，要不要开枪？要不要开枪？粮仓被抢，
军民将会被饿肚子，你们说，我是下令开枪还是任他们抢粮？唐德成不可一日无粮，开战前政府已经颁过命令，抢粮者按破坏抗日论处。既然你们无法决定啊，那就让我下命令，准备镇压。日啊，你等一等。 日啊，先别对老百姓动武。我的士兵坚持不了多久。你给我10分钟的时间。你有什么办法？我跟何平安单独谈谈。 听见他们在喊什么了吗？你是没听见呢，还是不想听？他们在喊，要杀汉奸，要杀我。乔振已经醒了。